帆船呢是看着是简单，但是大道至简，它里面有火锅，其实也有火锅的味道，但是它没得火锅那么复杂那么浓重，但是是五味俱全。每天都是新换的，基本上都是自己秘制的底料嘛。我吃这个香料都吃了两年，叫干香料都叫了两年，你晓得不？我跟你说实话。一家平淡无奇的冷锅串串小店开在没有任何口岸之说的小区里，江大哥一家从异地靠着这家小店生活十载，慢慢的有了一些老顾客，积攒了一些好口碑，付出的艰辛又何止是营业到凌晨两三点钟的等待。